小姐，请问一下，这种新的验钞机您觉得好用吗？我觉得这种新的验钞机非常好用，所有的假币一验马上就知道，而且还有自动报警的功能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这种新的验钞机您对它有什么看法吗？这种验钞机非常方便，对我们生活带来。老师，你听说过验钞机吗？听说。你拿两张改良过的票子到市场上试试，现在就去。哎，好的，老师。你们给我想想，第一笔钱运不出去，六叔的钱又要不回来，连那江少威都给我杀不掉。要是熊叔才知道电脑不在我们手里。确实是钱世红亲手把电脑烧废。今天晚上我要陪熊叔去会一下六叔，我就不信拿不下这个老家伙。哎，祥子，六叔，六叔，副校长来了。哎，六叔，今天看您气色不太好，哎，是不是生病了？哎，杜校长，这人老了，自然会生病的。这个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好。六叔。祥仔这孩子从上次逃学之后就一直没来上学，我想这个课应该从课外。怎么教育他是你的事，我只是想给他找个安身的地方。我老了，是个过了今天不一定会有明天的人了。祥仔跟了我这么久，我总应该替他安排安排吧，是吧？六叔，说心里话，祥仔这孩子我也挺喜欢的。这样吧，我家里还有一间空房子，我收拾一下，明天让他搬过来吧。好，那我替祥仔谢谢你了。六叔，别客气。祥仔是个好孩子，重情义，又聪明。可是。他也惯了，我怕他在你那儿待不住，还是要看严点啊。来，我就以茶代酒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刘叔，那您看我什么时候来接他呢？哎，你不用来接他，明天我让他自己去找你。这就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啊。现在早已经没有了，如果外界只可能存在于流散在东南亚那边老间谍的手里。
我以为经过长期的训练，身体会和男人一样结实，但是我错了。在案件最关键的时刻病倒，对处长应该是最大的损失。我想那不仅仅是因为身体的疲劳，更重要的是心里的孤独。谢谢啊。到底在哪儿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不会每回都这么准的。说，快说！和他们在一起。谢谢你，李律师。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弄成这样。你太累了，这几天大家都太累了。没事儿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嗯，睡吧。李律师，我能看出来，你和他们不是一路人。你就没想过离开公司吗？不是也一样吗？人嘛，可能都有自己的目的，比如为了利益啊，为了成就感啊。别想太多了，你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就可以了，这不是挺好吗？当我们的小爱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还有我这朋友。真的，谢谢你这几天的帮助。好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去公司吗？公司现在一片混乱，我也理不出个头绪了。我出去走走去。哎，您的衣服。好好休息。你的小姑娘吗？什么小姑娘？我是她的搭档，她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你不会出卖她吧？她在哪儿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一会儿你打完。
香港人。啊，那人不错啊。哎，不过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里，真的。那你女儿喜欢去什么地方呢？那她喜欢去电脑市场、学校，哎，就这几个地方了。还有其他地方吗？还有。哦，以前跟我闹别扭的时候，去过她外婆的老房子。哎呦，让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哦。老房子。那文文，他们家在哪儿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好想想再说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啊，我有事儿，今天不方便，你先回去。没关系，你快回去吧。你跳吧。阿罗，李律师，千万别激动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对一个女人下手，你算个屁本事！就本事冲我来，冲你来，我看你不想。你知道吗？冯小姐一直把你的朋友江城藏在地下室里面。不过我们要的，冯小姐都已经给了，现在她归你照顾了。阿珍。你没事吧？咱们该正经的谈谈那件大事了。您说，您说。码头上那批原油的使命啊，还没完成。我有个计划，还想把这批油啊运出来。这个呀，难度挺大。哦，您知道，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批油，生怕抓不到保中的把柄。再有。您运出去以后呢，这就不是你的事儿了，啊？邵静然已经用原油的名义报了官，我决定补交罚款，把手续办齐了。
赵馆长，你呀，负责把他运出来，怎么样？补交罚款呢，仅仅是国家允许的物资，原油私运是犯罪行为，现在不比以前了。这个事儿啊，好办。只能是试试了。好，赵馆长，全靠你喽！啊，你的家在这儿，老婆孩子在这儿，你要好好照顾好他们，也照顾好你自己的前程。能，公安嘛，到他外婆的老房子去找了，一定会找到。
来，我给你带来了。哎。又见面了。还是让我帮你。哼，说不定还是我帮你呢。我们坐那边。文文，你帮我在这看一下，你先玩一会儿。在香港调查宝龙集团的伪钞案时，就知道钟美玲手里有个电脑。走了，还看呢？走，快跑！
安龙那边还没消息。不过熊叔捎话过来，要您晚上参加六叔那顿饭。是他们老人家自己解决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话是这么说，大概是六叔到头了吧。多谢，他今天晚上到头了。大姐，还有件事。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指望那小丫头把活提出来，恐怕咱还得找赵文忠。这件事啊，我自有安排。她是市长的女儿，把她拉拢过来，对我们以后的事情会有帮助。你忙去吧。美玲姐，美玲姐，你不高兴啊？哦，没什么，不用你操心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我们是姐妹吗？既然是姐妹，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，跟我说吧。我们有批货被海关给扣了。怎么搞的？说是手续上有问题，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可是这批货人家正等着要呢，偏偏却出现这样的麻烦。啊，这事儿可没什么难的，我帮你吧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又不是宝龙公司的，况且你也没这方面的经验。我处理过，我帮钱钢公司都提过货，海关的人我全都认识。只是这事儿千万别让我爸知道了。哎呦，快下班了，我得赶紧去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提货单。嗯，菲儿，谢谢你。我很高兴帮你办点事儿。不行，这个事牵扯太多，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。再说，你是一个小姑娘，又不是宝龙公司的人。总之，这批货你不能停。美玲姐可是交代了，赵叔叔，我觉得你应该配合公司的行为。大小姐，公司又不能保我的乌纱帽。再说，真出了事儿，你让我吃谁去？会出什么事儿呢？不就是手续不全吗？明儿我叫他们把手续全补全了。赵叔叔，我求你了，来喝口茶。出什么事儿？你知道这批货是什么？只要不是枪支弹药、杀人放火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再说了，赵叔叔，我要是连这件事情都帮大姐办不成的话，你说你这介绍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开个单子，但是货你不能提，除非拿你爸爸的命来说事儿。
魏华，我来。这个你藏好，这是宝龙公司这次走私原油的整个过程，时间、价位、来源和渠道，藏好。哎，干什么去？孩子还病着呢。你听我说，我现在必须马上走，去做一件本不应该做的事情。这个你要收好，万一宝龙公司拿我当枪使的话，这个是咱们的退路，记住，千万不要给任何人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啊，你说你提前告诉我的话，他还能跑得了吗？今天这种情况明明就是你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咱们多少人？你过来，他才几个人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跟我说，我还没跟你说。说的话，到时候咱们他妈一锅完蛋。要是过河拆桥的话，到时候咱们他妈一锅完蛋。龙哥，看来我们要。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找到他最关心的人，他出来。